咔顶起来。谁谁？凌晨五点的东京地铁里已经都是匆忙赶去上班的人们。我们乘坐山手线前往距离东京市中心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埼玉超级体育馆。这一天是中国队抵达东京之后的第一次适应训练，赛程在时间安排上稍微有点早。在去热身馆的路上，我们遇到了韩聪。一会儿就死了，没有这么多人。赛前一度传出在北京的训练当中严重摔伤的隋文静，看起来精神状态还不错。你这样吧，你的伤到啥程度？就是当时觉得基本动不了，然后头一天还行，然后包括摔下来之后我还接着做了一些动作，但是后来觉得整个人就恶心，然后因为是从很高啊就碾转下来的嘛，然后就拍在那块，当时觉得闭气了，就是一分多钟一直的啊，一直在喊，一直在喊，后来你别喊慢慢喘气喘气，就真上不来气，就一直是被顶住了一股劲儿。这是我们在2017年的一次训练当中拍摄到的画面。今年的这次摔伤显然比当时更加严重。对于隋文静来说，受伤也似乎成为了他职业生涯当中总是难以避开的话题。大赛前一周发生的这种意外，导致两人不能系统训练，这给中国双人滑的这次世锦赛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小隋的伤也让男伴韩聪心里有点难以释怀。就是摔倒之后，摔了之后，这个心里不舒服这个程度就是蛮高的，就是看着那个女孩从自己手里去摔在冰场上，自己没有能力去保护她。这时候，就是内心非常，就挺伤心吧，觉得自己也是挺无奈的和无能为力的。当时看他也觉得特别心疼，关键是看他疼的自己这块，你说疼在我身上也行，但是全部都疼在他那一块，这个心里非常不好受。这个追击球是做什么？内脏经常会疼，就拽着内脏骨先激活腹肌保护一下。看起来不太专业，带来睡觉。为了方便在赛场随时能够休息，小隋特意带了一块小地毯。就是那个，就地毯，但是一整就打折，最便宜的那一小块。带一块瑜伽垫够用，来睡觉。我说睡觉这就可以撇这儿，十几块钱。和小隋的活跃比起来，韩聪则显得非常沉默，一言不发。另外一边，中国双人滑的另一对组合彭城金阳也在为上冰做最后的准备。
和场内安静的气氛比起来，赛场外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人们都纷纷聚集在一块背景板前面拍起了照片。羽生结弦，两届奥运会男单冠军得主，日本花样滑冰的偶像级人物，他是这场在本土举办的世锦赛的超级明星。自去年11月从花样滑冰大奖赛俄罗斯站伤退之后，他还一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人们也都期待着他的现身。整个世锦赛的门票销售非常火爆，正赛开始之前的热身练习赛场次，门票也同样抢手。大部分来观赛的都是羽生的粉丝。在售卖羽生纪念品的小摊位前，我们碰见了来看羽生比赛的母子三人，其中的哥哥正在学习花样滑冰。羽生選手とか昔からフィギュアスケートが好きで応援してたら子供が大好きになって将来はオリンピックに出たいって言って習いたいって言うからそれだったらじゃあ本物を見せてあげようかなと思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ちょうど羽生君も早くした不过这一天也许是令有所期待的人们失望的一天羽生结弦并没有出现在练习的场地，倒是他的对手，这个赛季总决赛的冠军，同样也是世锦赛卫冕冠军，19岁的美国选手陈威早早地来到了场地进行实验训练。这个赛季，陈威在总决赛之后进入耶鲁大学，边学习边训练的生活倒是没有给年轻人带来很大影响。第一场冰上练习，陈威的跳跃看起来都非常轻松。人们也在期待着两位高手接下来的正面对决。It's been one of my favorite seasons so far. Despite having you know so many things out of skating, it's really helped me br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my skating, and I'm really just been enjoying every second that I've been on the ice.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I sometimes lost in the past, where I was so skating oriented that I sort of lost the joy of skating. And I'm glad that I was able to find that again this season.另外一边，徐文静、韩聪的冰上合月已经开始了。年初的四大洲是他们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划出两套新节目。那个时期的节目熟练程度还不够，尚有许多要完善的地方。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奇遇第一天上冰，受伤回来的徐文静居然表现出了比在四大洲和北京时好很多的状态。完了，场边的赵宏博主教练也难掩脸上的喜悦，不过他也很担心运动员状态出得太早。我就说你做你自己动作，别自己捂住，就把自己抡飞了，也不知道抡哪儿去了，压着滑。小隋呢？状态一点点再往回找，时间确实太紧了。如果说再有个半个月，10-20天的时间，他们状态还能再升一个格。但现在呢，就全力以赴。作为他们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运动员，他们会调整现在的心理状态，包括兴奋点呀、包括人多的时候，大家兴奋点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有些东西他能把控得住。整体还不错，现在我们反正这几天我得撑着点，就今天全用光了，明天没劲儿了。夜幕降临了，第一天的训练就这样结束了。东京的地铁站里都是行色匆匆急着赶回家的人，每一份职业都有艰辛之处，只不过运动员的欢喜哀愁都恰恰被放大在我们的眼前。赵老师说：“压着点儿，压着点儿。”嗯，有点嗨。
练的比在家里好一点。是换了个环境吗？还是？不知道啊。人来疯啊！为什么今天早上聪哥那么严肃啊？我聪哥这已经不严肃了，他能吃得起饭。因为要原来就不行，原来更严肃，原来你看的都吓人，这回真的好可多了呢。刚才就是在食堂啊，还主动找我去吃个饭。你说在撒州的时候那紧张的，自由华一天从早到晚没吃饭，溜不溜？彪哥好，卖不少韩童了。我说再卖不行了，再卖韩童哥跟我公公绝交了。隋文静口中的彪哥是队里的队医，从平昌奥运会之前就跟队了。打针啊？我看看腰吧，我觉得坐一下不行，扎个针吧。这还是上次摔倒那一次吗？这超级疼。就这地方。扎个针呗。扎吧。至于，不至于那么紧。那你扎的不疼？可别夸我，夸我马上给你送两针疼的。OK。哎呀！你是摔一次得一次世界冠军，摔一次得一次世界冠军。那看看吧，反正尽全力吧。因为这次状态来的时候，确实训练不太够，然后练得也不特别好，看看就努力调整嘛，才是就是让教练说的全力拼嘛，就。第二个训练日，女生杰贤跟她的教练奥瑟一起出现在了主管，开始她的第一次适应训练。她一出场就锁定了全场的目光，每一次跳跃都能引得现场惊呼连连。从合约情况来看，她受伤的右脚已经没有大碍。心情不错的他还在场上各种搞怪，引得粉丝尖叫。人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羽生能够在主场获胜。I feel really happy to skate. 隋文静、韩聪进行路上训练的时候，他们本次世锦赛最大的对手法国组合已经在进行冰上合跃。这对法国组合拿下了这个赛季总决赛的冠军，在世锦赛之前又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无论是节目编排还是裁判认可度上都很有优势，他们也是本次世锦赛夺冠的大热门。Our goal is to skate two clean programs, like at Europeans. We just had one small error on the Salchow, just touching down. This time I want to really be liberated in how we're skating, really enjoy it and skate the cleanest that we can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to here. Yeah, we want definitely to be on the podium and...maybe if we can win, we're gonna be like really happy. That's the biggest goal. But we know like the Chinese are really strong and the Russians are still really strong. So it's gonna be a big, big competition. But we're gonna try our best. 之前是关注了一下他们的分数，然后知道啊，大家都是有进步。这个赛季啊，有退役的，有不滑的，但是也有那个在这个滑联上也会有帮助他们有往上提高的这些。所以我们当时看到了啊，是这还了一套什么样的节目，是怎么样的感觉，在心里有个地位，有个评价。短节目赛前的最后一次冰上训练，隋文静、韩聪无论是碾转、抛跳还是单跳，几乎都保持了零失误。两天里这么高的训练完成质量，已经充分说明了两人此时的状态和对比赛强烈的渴望。没问题。
不用留劲儿，都把那劲儿松了，就想绷就绷住，啪顶起来。再压着点啊！然后因为来之前，我觉得就是您可能多少还有些担心，但是我觉得来了之后看这两天，您其实……我现在也挺担心的，还要看明天的发挥。但是这次来呢，困难很多，我也跟运动员说这个，放开包袱，没有啥包袱，也没有说一定要去争第几，你只要是把你们平时训练当中90%的能力发挥出来，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次比赛经历。运动员职业生涯的起伏犹如这隧道般的暗夜，如果你肯坚持，也许能照见光明。最终缺席了几乎整个赛季，只参加过一次四大洲比赛的隋文静韩聪，在短节目的正式比赛当中贡献了一套零失误的完整节目，以79.24的赛季最好成绩排在俄罗斯队之后位列第二。激动不已的韩聪在赛场上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庆祝动作。我不知道，第一是那个下意识觉得滑得特别好，所以那下意识觉得真不错，你挺下来了。我就在这个位置上，并且它这个核心区域全在这儿，觉得挺有劲儿的，不错，就顺着那个感觉呀、情感啊，就自然流露了一下，没有别的太多的。就发挥了一下，就是不用解释了，好了，不解释了。不过此前大热的法国组合却因为女伴在赛前热身时发生意外碰撞，影响了比赛状态，最终只排在短节目的第七位。然后当时教练那天我们就看直播来的，然后看有网友评论说创伤了，有人说可能发挥这些问题啊、创伤，那知道。然后我们分析，可能是他心态上也会出问题，自己可能太想去在世锦赛上表现夺得了，感觉啊。It happens. It was a mistake, and it affected the program and our concentration. It's never happened to us before, really. So, just bad timing for world championships. But it's life. We've had a very good season. Nothing to regret. After the fall in the 6 minutes, she had. It was really weird, you know, because I have to.Try to see if she can skate because she was like in pain. So I didn't focus enough maybe on myself and I don't know, it's just a competition, you know, you cannot be always on the top. And we'll see for tomorrow what we can do. 短节目之后，隋文静韩聪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Tomorrow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prepare and try to. Sorry, I have a little bit hair. Keep fighting. Keep fighting on the long program and do our best on the competition. That's okay. 双人赛后的第二天，男单的竞争也进入了白热化。最后一组。女生杰贤抽到了第一个出场，而卫冕冠军陈薇则在这组最后一个亮相。羽生结弦这个赛季的短节目是一首钢琴曲《秋日》，这套节目曾经在莫斯科站拿到110.53的高分，这也是新规则下短节目的世界纪录。但很可惜的是，羽生在第一个萨霍夫四周跳时罕见跳空，四周跳成了两周，
按照规则这个动作得到零分。随后的动作女生虽然都高质量的完成，但是最终只拿到94.87分。一曲终了，观众们用女生喜欢的维尼熊填满了整个冰场。不过这个夜晚对于女生来说注定是有些沮丧和无奈的。 Just feeling uncomfortable for the first jumps. So you know you're doing great in practice and warm up, so not stress. I forgot everything, so I just remember for my mistake, and then I just feeling like mad to me. So I will use this feeling for the long program. 就在雨生还在为自己的短节目失误懊恼的时候，他的对手19岁的程威已经干净利落地完成了短节目的表演，以超出他将近13分的优势排在了第一位。人们也似乎嗅到了某种时代交替的气息，毕竟这里是雨生的主场。And practices were not great coming. You know, I was a little tired, and I was just getting my feet under me. So, you know, a lot of my jumps were a little messy. But I'm feeling like I'm starting to bring things back now. You know, a little bit later in the week, and hopefully, you know, that continues into the long program. But again, you know, I know Hanyu is an amazing skater, and he'll bring his A game on Saturday. So, you know, you can't write him off right now. There's still a lot to come.决赛日，男单方面，女生节贤除了在做萨胡夫四周跳和最后一个连跳的时候有点小瑕疵，其他动作都几乎完美发挥，最终因为短节目的时分差距输给了程威，只获得一枚银牌。The loose is loose. I couldn't change the result. I appreciate to the audience and us too. So I want to get more the feeling, and I really want to win to him, because I very respect to him. Just always a huge honor to compete against Hanyu, and he's pushed me, he's pushed the sport so much. And he's 2-time Olympic champion, like that's amazing. So to be able to have the honor to compete against him and compete with him, not even against him, but it's just, you know, a dream come true for me. 双人滑决赛，隋文静、韩聪延续了短节目的好状态，所有的跳跃都完成得非常干净。小隋一直有点问题的萨霍夫三周单跳更是拿到了2.5的 GOE 加分。俄罗斯组合则在比赛中小失误不断，最终隋文静、韩聪以超出第二名俄罗斯组合6.37分的优势第二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其实我们做这一年的这些所有的准备啊，这些工作啊，我们制定最终目标就是拿这个世锦赛冠军，这是我们这个也是就是内心里，其实早早的我就把这个种子就埋在了两个人心里了。哦，从别人嘴里抢了一块肉那种感觉特别爽，就是。